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企鹅。啊，等一下，要先关窗帘吧。这次是我的第一个作品，那请大家多多见谅。希望未来有更多更好的作品给大家。什么意思啊？谢谢大家。没有啊，怎么可能这么快结束嘞？还是你们已经认输了？为什么我会叫企鹅呢？后来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世上突然蹦出了叫柯基的物种，好喜欢柯基啊，所以就自诩自己叫柯基鹅。哇哇！而且啊，我觉得我很独一无二，大家也是吧？所以我就自己叫北极企鹅。反正名字不重要，只是一个代名词而已。而已的话，可以叫我做什么主人都可以，可以在底下留言。如果不喜欢的话，请帮我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，还要加个按赞跟铃铛。为什么不喜欢还要按赞啊？还要分享？因为我掰这个好久哦。不过还是遇得到你们，我就很开心了。希望未来能带给大家更美好，更没有啊，怎么可能？